近日在网上已经有超过18000人联署反对于列治文市内兴建受监管毒品使用站，然而相关的研究方案却在一片反对声当中在议会以8-1大比数获得通过。究竟这个受监管毒品使用站是不是真的能够挽救生命，而它同温哥华的安全注射屋又有什么分别呢？欢迎观众上网表达意见。时事平台星期日晚8:35，新时代电视一台会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议题。